然啦，咁我第一首歌咧就叫做《末日》，咁就係黃遠之嘅。咁我希望咧，即係雖然今日唔係末日，但我希望咧入邊嗰個 message 咧就話俾大家聽，即係每一日都要好好過，當最後一日咁過。咁咧每一日都會係好開心、好平安同埋好幸福嘅。OK， 好，咁我哋將呢個台交俾阿 Moon。谁又唱你高贵生命途？
Kelly 同埋 Ashley 一齊出嚟先啦，有請三位，係。